只不过他是在一个是这样，不是一件事两件事才导致的，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点一点来的，大家都看到了，他做的好事大家看到了，不好的一方面大家都看到了，可能他没提出要求感情，他可能要求公司方式变了，公司方式没办法，正常吗？是不是？我们被我和解，我要求感情才会要才能开除我，合同到期之后，合同到期之后，你有权利跟公司取消合同，公司也有权利跟你取消。公司干的是不是？那你干了两年了，两年你到期了，你这边想跟公司去签合同，你还要求一些，不说别的，就是按照他所谓的要求一些，比如说底薪三千，或者底薪三千五，二里贴多少，我还按原先的要求来做就行。公司说你看这两年差不多，没那样，你还有点条件没答应，就跟你要那条条款，你合同到期，你不过就行了。是不是？公司单独没看到，但是所有事情都是。合法解雇吗？说句不好，那你举个例子啊，两个月是毕业结了是吧？第三个月还不是毕业结吗？那你是给我看一下你吗？如果你提出来加薪，你就不提加薪的事情，我领导不会考虑过我，吵了两个，你能不能对员工怎么样？你们自己，你们下面这些做员工，领导不会管你的，不是说他过来人之后他就认识都不认识你了，你摆在哪里，他都会了解，都会来问我，问我，问领导，问财务，任何一个人，他都会去了解，我不是只听我一面之词。他问我用员工的看法，不是用员工。每天加班加到晚上七八点钟走，非常不非常累。那这两个月是业绩单，我下班了，我什么都没有。那两个月是业绩，第三个月是业绩，那不要再问我什么，你再叫我什么？你再叫我什么？我原想我之前有一个两个月是业绩，当时也很着急，我那我那我那我，大家都听见，但是我按哪个说好的？我肯定是你们做的不好的情况下，我会直接说出来。但是我这领导我不会说你们，因为我们那边都很好。我知道这个差异，我都做得不好，压根一个人都不干的，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干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一个人都不干的，然后员工怎么样？员工想不行，他不是玩听话的，那你还要来干啥？那你还要来干啥？是不是这句话？那你管啥的？是不是？我没干啥吗？为什么所有人所有人都不服你？所有人都是这样，任何一个领导，包括我做什么做事，大部分都是这样。然后我跟他说，哎，我就跟他说，那可能记得会大嘛，说我，但他跟领导那边肯定会说，哎，这话被提拔，提拔了，公司可能都在跟他说，那说不好，那挑，如果不能用的话，那我也换个人，你再找个人，不可以的，不是说地球一到谁就不赚了，不是说任何一个人不能赚了，不是说保住没有你就能长大就放开了。咱这些人不会全都走烂了，全都滚蛋了，还会再来五个人，甚至十个人、二十个人来替补吧？老王滚蛋了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还会有人来做事。你别看他在咱公司干了五年、八年、四五年了，那是就是市场不行，市场不行。有一天我跟他吵架，你从来是两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身正气，一身正气上天了。你们知道我那天啊，我老好了，我这几年就你一个人，一年事情，在办公室还是我净在办公室。上次我上次有一个人跟脾气好，遇到事情的时候看什么事情，我说我脾气暴的时候，你们都没见过我这样一个人。跟你们讲一件事情，人一动，跟大家之间好，人一动，扣了我20元的话费，因为一个 SP 业务。